Ladies and 乡亲们，各种股的老少看房啊，今天一身便装啊，本来没打算看房的，又到 Starkey Ranch 这个小区，到 Welcome Center 聊了一下，结果 Welcome Center 的人跟我说，这边有个有一个地块，这个 WestBay 这个建商，这里还有新房，所以我就好奇来看一看，就看到这个这一块的区域，感觉还不错，这个房子全是瓦顶的啊，镜头可以照一下，对，这瓦顶好像比上次我们去看那个 Taylor Morrison 那经常的房子要好啊。这个今天看这个 model house 呢，叫 Virginia Park 啊，这个是个五房的 model floor plan 啊，所以我们来进去看看吧。废话少说，进去看看。双开门的，这个进门一个小厅啊，进来第一眼看感觉好像是比 Taylor Morrison 那个要逼格一些啊，要有点调调。这个门景特酷。我感觉第一眼的印象比 Taylor Morrison 那个要好。这个 Model Home 就是这个建商跟我说呢，他们在大概在七月份会 Model Home for sale。这个 floor plan 大概是这85万起。这些配置，这个价格是包括有 upgrade， 不错，感觉还不错啊。它这个样式的设计，还有这个整个厅的这个，这个整个厅的这个形状，感觉还可以。Please do not open this door. Please open. Please open. 这个，这个库不错吧？很可惜，他们现在的新建房都不建泳池。现在这个 supply chain issue， 就是这个供应链短缺的问题，要造一个铺非常难的。所以建商都会建议。自己去找 vendor 去造泳池，如果需要泳池的话。这个去铺了那个小门，这里有个卧室。这个户型总共有3500多平尺。这个户型还是比较适合，比较稍微有点大的 family size。这个小 closet。这里拍吧。这是全副的。这个好哎。你看，这是铁的，是吧？你看这个上次比 Taylor Morrison 跟那个好，这个是金，这是铁的，这是铁的，这里就这样就感觉结实一些。那个上次那个感觉就有点轻飘飘的，然后这个就结实一些，感觉比较好。这个感觉好，目前从一层看啊还不错，看到二层怎么样？然后这个。二层它这里没有上次那个叫什么 Taylor Morrison 那个户型叫什么Bonnier 是吧？那 Bonnier 拐来拐去那种难受。对，这个感觉就敞亮一点了，这敞亮很多。
这个厅也蛮大的这样子，因为不隔开了。嗯，主卧的呢？主卧。嗯，这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柜子？这是 slot。还是手座，这不知道是什么空。可能空调啥的。这个像是主卧，这主卧。哦，这主卧。哎，不过它这个主卧，跟这个主卧的。这个洗这个卫生间给分开了，这个浴哦，但是它那个很亮堂，嗯，对，窗户开了好几面，所以就这个非常亮，采光很好，嗯，采光非常不错，嗯，这个主播，它这个唯一稍微有点。